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。前面很多人在找阿杰这个人。哎呀，不听！你看我哪见过啊？就是我，哈，我在里面就是饰演阿杰这个角色，我叫王文清。其实阿杰这个角色，我对他的认知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手工艺大师。除了他个人的专业之外呢，他还肩负着家庭的一个重责大任，有两个侄子啊，必须要让他照顾。当然还有他自己的感情面，他该如何去处理？当我在拍摄这个过程里面，也是比较过瘾的，就在这部分。不单就于他的手工，他的专业虽然辛苦，但是值得挑战。感谢各位，这就是阿杰里面的我，王文清。